划船不？上次我们来划船了，还记得不？看鸭子。好快，你等一等，等等我。等一等。不要乱跑，你又忘了，你不要乱跑，走。这里划船的地方，也看鸭子。你不要走开，跟你爸爸走就好了。跟着我走。跟着你走，跟着你走。你倒着走吗？危险！你看不到后面。我只看到你。我走。好热。这里有一个纸桃，桃什么桃？断了，这个叫红花桃，红花桃不好吃，不好吃，纸花好看。爸爸，你这里怎么了？碰的，碰的，没关系，不疼，不疼。刚才你怎么没有走一条直线？你偷看。刚才你怎么没有走一条直线呢？没关系，沿着路走就可以了。你看那里有个码头。好多船，我们那天也玩了，但是你还记得？哎，来吃了，吓到宝宝一跳，吓得宝宝一跳，垃圾车。在这里看一看，他们都来这里钓鱼。哎呀，这里你挂这里很危险，很掉下来。哎呀，危险！你看，没事。不滑，这里也有个小码头。这里也有一个小码头。这里水很多，但是没有鸭子。坐一会儿，好吧？你喝网络龟不？你喝不喝？
喝一瓶王老鬼怎么样？这个妈妈不让我喝。哎，妈妈不让喝，爸爸让你喝，偷偷喝。偷偷喝。嗯。可是爸爸不让我偷偷喝呀。哎呀，妈妈不让，爸爸让。你会开不？还是不会开。你开。开网老鬼，嗯，你看爸单手就开了。我想喝。我先尝尝，我先尝尝好不好喝。好。我尝尝。不好喝，给你吧，不喝了。哎呀！你喝吧，喝忘老鬼了。喝错了。还喝错了。喝你喝吧，谢谢。我喝多了会尿裤子，还是你先喝吧。哎呦，这么好，好吧好吧，嗯，让爸爸喝，爸爸喝多了不尿裤子吗？嗯，好了，喝了好多了，剩下给你。好。喝的也没问题的。蚊子咬了，咬了脖子了。哎，的确有一只鸟。是斑鸠。斑鸠。斑鸠也是鸟。我跑的去啊。你过来，咱这吉普车来，走个带着路走了，走了，朝的。我觉得很像一个鸽子。嗯。你鸽子小一点，斑鸠。我扫过你，你过来就完了嘛，来，我带过你。他们都吃斑鸠。从远过去啊。你知道吗？被炖掉。炖一个斑鸠，炖一个肥鸽。嗯，听它叫，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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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斑鸠在叫。那什么声音？斑鸠叫的声音。可能他饿了。喝光，喝光，给奶奶卖钱好不好？嗯。